大家好，你们好吗？今天我想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娜雅，我也叫郑雅琳，我28岁，我的生日2月22号，我来自霹雳，我是马来人，我是医生，我在医院工作，我喜欢红色，我家有4个人，爸爸妈妈姐姐和我，爱好有啊，我喜欢唱歌。你是没有失望，从眼泪到心脏，我是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。我想听歌和跳舞，我喜欢吃麻婆豆腐和北京烤鸭，我会说5个语言，我会说马来语、英语、汉语、华语和日语。我的马来语、英语和汉语很好，我的华语和日语不太好。我每天运动，周末我有时候看电影，有时候逛街，有时候生活得很累，有时候人活得很到嘴。我喜欢海，我会游泳，但是我的游泳不太好。我会跳舞，但是我不会跑步和慢跑。谢谢大家。